大家好，这里是墨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款很可爱的射击游戏，叫做 Koneko Nabi， 就是小猫战舰吧，还是什么的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。好，那它这个地方呢，它只能选难，就是比较难的部分。之后这里有三只可爱的小猫。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只小猫开始选择好了。那我之前有提到说我有想要玩的一款游戏，其实它里面也有包含类似像这种的射击游戏，那我只好下载这一款来玩这样子。感觉像蛮轻松的啦，就是不是说蛮轻松，就是还蛮轻快的感觉。而且这个小猫也很可爱，这是什么牙膏吗？牙膏。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那个怪的数量还是有点多。那我忘记介绍了一下这个游戏，它好像有七个关卡，之后我先看看我可以玩到几个关卡。如果速度快的话，不是速度快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好像这样子一轮大约是25分钟。哦，那边，官网那边介绍的。目前还算顺利。这是什么？有点危险。我要放大绝，这样子比较快。有点危险，赢了吗？赢了吗？这好像猫咪的灵魂吗？蓝色的。欸，我们到第二关了。哎呦，有点危险。欸，往下。觉得难度应该有变比较难了。我觉得玩这个需要非常的认真，不然我觉得下个死掉了吧。是什么？我要认真一点。目前这样玩起来其实还蛮好玩的，这边湿了一条血，好危险哦！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它那个怪物啊都好可爱哦。怎么？好像损失一条血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已经到魔王关了，居然还死掉，啊！觉得不会死掉。Game over， 我连第二关都过不了。还可以输入名字哎，我不要输，先不要输。那我们换另外一只小猫咪，
啊，要从第一关开始了。反而比较简单，我觉得感觉起来，因为第二关它都会突然这样子，突然跑出一大堆怪物，所以我就会来不及反应，就是死掉了。要小心一点啊！这样子的话，至少我在第二关有两条命让我死。先不要讲话，我要认真的打。那我觉得，这是比较快啊，死掉了。耶，我们顺利的到第二关。我按错，我想说为什么没办法发射子弹。猫咪攻击力似乎比较强一点，就是有那个感觉。玩过第一次真的还是有差，像是比第一次还要闪得过，好危险啊！完蛋了，我的那个没有集满，会不会死掉？不是故意的。就莫名其妙就过关了。好，到第三关，这是什么豆子？哎，不是，那叫什么胶囊？好危险哦！奇怪。
觉得很好玩，很可爱。不过真的要很认真，不然我怕很快会死掉。是我毛毛虫啊，死掉了。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可惜的地方，它是没办法加那个协调的。哎，有加协调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。不能加协调的话，如果真的我在半路上不小心又死掉了，我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我就要从头打。我魔王了。本日休整哦，不要打魔王，太好了。这是第十关，血了，我就没有那个了。我再死掉我就没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选第三只猫咪，要从第一个打了。我觉得我能打到第三关应该很不错了吧。我每只猫咪都试试看，可是其实我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第二只猫咪真的不错用，让我达到了第三关。那我看一下这只猫咪可以让我们达到第几关吧。哦，好帅哦！那绝招，好帅啊！几率似乎没有第二只那么强，感觉起来。
觉得真的好像比较难打，因为攻击力真的没有那么强。魔童这个啊，就是真的蛮难躲，我只好放大拳。还是放一下哦，有点危险。到了在最下面，它还是打不到，就是不用说一定要到最旁边，那我们就这样子远远的就可以打得到。啊，到魔王了！哇！躲在这里可以吗？啊，死掉了！天哪！打赢了！哦，我觉得我死掉那一次真的浪费掉了。可惜，可惜。可是它的范围，这只猫咪的范围它非常的广，所以如果那种很多像这种小小的怪物袭击的话，它其实可以一次把它全部打完。反而就是比较有力这样，不过看大家喜欢用哪一种，因为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所以觉得说就依大家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想要使用的猫咪。小超不让我过来。好了，我们要顺利到了魔王休息。
我在讲什么？就是这一关没有魔王的地方。哦，我发现它如果数字有到一定的数量，它就会加一条命。不过好像分数要蛮高的。能不能顺利达到王冠之后迈向下一关？有点危险，我还是放一下。太危险了！啊，王冠呢？真死我！打到他吗？危险！啊，我被压扁了啦！他变骨头嘞，帅！太难了啦！没想到顺利的过关了，而且我没有顺利的得到一条命，耶、不知道下一关会怎样欸，越来越难了。真的很好玩，大家可以下载来玩玩看，非常可爱。我浪费了啦！输掉的，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咯。那真的很好玩啊，之后大家闲暇的时候就可以下载这款游戏来玩玩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一集的游戏再见，大家拜拜。